这位是谁啊？记下名字。啊，我觉得这些就是《带动帝国》系列的游戏啦，因为它叫帝国嘛。但我觉得我现在玩到这边，我要单纯就是，不单纯只是看这个，还要看很多的特效。但这个人的特效就蛮多的哦。哎，我被打回去了，什么时阵的代志啊？哎，观众，你看一下，我被打回去了。那我们可以现在搬吗？应该是可以啊。我不知道被偷打。哦，声音好美哦！来，我要搬哦。那我们最近的位置，哦，蛮近的。哦，对，更卡还是要，更卡还是要。可以接受你的所有。怎么都这么高等呢？啊，我几等啊？你像20还是多少？哎，这个都这么强的，这个。改变啊！我真的跟他拼了！